而且为什么罗霸王要放那么低？把肉算是最好吃的。嗯嗯，我幻想有一天自己在射山猪的时候也会被男主抢救。其实每次拿进房间吃，今天第一次尝试这个，为什么有开心果的味道？哇，好好吃啊！嗯，因为那天我在我的光师附近吃到这个三文鱼的沙拉，超好吃，然后我就想我一定要自己去买，然后自己在家做。还有自己加了一个黄瓜片，就很清爽。那三文鱼要买那种它有写 ready to eat 的才可以吃，它可以生吃。最近在看那个《泪之女王》，然后看一个桥段我真傻眼，那个射山猪的那个画面，我真的想要笑。可能换作是以前的我，我会觉得哇、哦、好浪漫，就十多岁的时候。啊，我幻想有一天自己在射山猪的时候也会被男主抢救。因为我觉得他帅的那一幕是说他女生他去那什么宴会，然后他老公就没有接电话，然后突然间出现在他身边，哇，就很帅，他就很帅。继续第三集。他以为他很凶。画面又出现了山猪，那山猪有一点假，回头。甜片姐累了，来吃一个小零食。昨天买了这个鸡皮试吃，啊，我希望好吃，不要再像那个猪皮一样，那个分量有一点少。好想吃炸鸡，好少哦，它不像鸡皮，它像一个炸面粉。吃一个盐巴口味的哦，这个盐子长得不一样哎，它里面有一颗一颗的盐巴，这个好香啊，这个有炸猪油的那种味道哎，
哟，好像很多毛哎。我要喜欢这个，我不是再买了啦，好贵哦。它也只有这么几片，5片，6片。是我们的休息日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你要出库又来了，非常热的热水，两分钟就可以吃了。黄瓜有点不够，其实你还好变那么多，可是很好吃耶，黄瓜真的很好吃，所以留给你了。我的就这样，看哟，有人想吃我的桶块，因为太深了对你来讲。不要多，你这边放。珍珠奶茶好了，好吃吗？好吃，打几分？这是什么？嗯，我那包软掉了。我不想做三明治的。我不想，我买这一条18块，我要先吃那个沙贝。太淡了，好呀！一起去逛超市，拿了一个环保袋。好久没有逛超市了，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去买东西。看我今天的睫毛，是假的哦，好像比我以前用的好用哎。这是我第一次贴的效果，对我这样感到满意。我是容易自足的人。就会没有。对，他们就去研究他那个人的那个黄黄的地方就没有，很神奇。那我是在想学证是不是这样，可以这样继续草莓躺一躺。我们是因为去看这个草莓区，一样的嘞。我看到这个我人是很想买，有够大的猪脑，给你猪脑。你吃过猪脑？没有，这个是澳大利亚的三层肉。那还有别的国家的吗？这个是烤肉片，司空左右。哦，来个2条花啦。买了3包螺蛳粉，而且为什么螺霸王要放那么低？反正它是最好吃的。面番薯，哎呦，芒果，这芒果超便宜。是加了一个黑巧克力，然后全部买了37.22块，还有加刚才的螺蛳粉是9.3块，今天消费40多。真的耶，18.8。现在来煮螺蛳粉，吃掉这些蠢货配菜。简单吃一下啦，很美味。又是这个烤猪肉，是番茄的，不辣，完全不辣，其实。
爱太多就是泛滥了。哦哦，触碰深灵魂深处，疯狂吧，为我疯狂！求求我，打这边！哈哈哈哈哈！到底要不要不变不？爬上去了，哪一个呀？这个，跟着的。有点油啊，底下那个，哇，那是嘞。